在 Steam 上拿下极度好评的冒险解谜游戏 Inked 在近期也移植到了手机平台。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上帝之手的角色，帮助自己于绘画中创作的无名剑客一路向前挺进，找寻干扰时空的来源。拥有上帝视角的玩家将能够重新修改画面中某些物品的位置，想办法触发机关找到通关的道路，像是借由移动方块形成道路，让角色能够跨越横沟向前移动，或是移动斜面来操控球将它滚至机关的终点。充满巧思的谜题搭配着充满禅意的画风，喜爱冒险解谜游戏的玩家可千万别错过咯。